其实大元你的感情是很丰富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其实你蛮感性的、啊。我是感性的人、啊。他很会因为一件事情一下就被触动。对，對對對，我的情绪转变很快的。可是如果要拍戏的时候，你就会因为也有压力，就觉得会就说些做不好。那你很清醒吗？知道你的实力了，在哪里？所以你后来都在演戏。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误会大元，我觉得你真的是聪明，而且你节奏感很好，反应很快，灵魂感又很好，这点为你抱歉。我看起来为什么会吓到？因为我就觉得他。因为他就是可能跟他不熟，觉得他有点呛呛的，又很天真又很直嘛，所以我想说，那他的运动细胞应该也没有到很好。就是可能很难，你想超难。蛮可爱的，对，很天真的，走路为什么有点老态龙钟的？跑步也是，难怪他说他跑步不是他的强项。你们现在要穿鞋子，先穿装备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要先，你们等一下有你们有没有体力？有，现在体力很好啊。体力很好的话，可能要喝一下保利达加那个果农就可以。就可以出去了，可以滑两个小时都不会累了，对，哦、好吗？我要喝那个就是志不强身，志不强身的英文怎么讲？志不强身啊！好，穿鞋子，穿鞋子，是换装备。这边有鞋子。好，我看一下那个脚，这个太大，29号位太大，那是谁拿的？哎、欸，那他脚那么大吗？看，应该算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是你帮我们准备的吗，老板？帅哥，这是你的。你们应该刚刚好了，这两个可能我们教练算错，说可能身高是200多的，所以穿不到你鞋子。啊，你这个牛仔裤一定要换，不然的话你会沉下去哦。我等一下只会剩一条裤子，应该没有裤子的啊。我们等一下会去哪里那嘛？我们会去一个死雨伞的一个地方。死雨伞 SUP 是吗？对对对。调查过了。你有调查过吗？那边是不是很多？我没有去过，本现场很漂亮。它本来有七颗伞。嗯，七个。对啊，现在剩一颗了。因为被那个原住民砍掉了，啊不是啊，被浪打到，被浪打到倒下来了。老板好幽默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。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，快点！